昆明呢号称花之城啊，它的数量之多，种类之广啊，可以说是亚洲之最了。但是你知道昆明的市花是什么花吗？哎，就是我头上这种茶花。茶花呢也叫山茶花，它不是茶叶的花。《本草纲目》曾经记载呢，茶花其叶类茶，又可作饮，故名茶花。你看啊，茶花这个叶片也是革制的，边缘呢有一些锯齿，它的形状呢跟茶叶确实有点类似。茶花的原产地呢是在中国的西南地区，也就是我们云南啊，所以呢它才成为我们昆明的市花。在《天龙八部》里面啊，神仙姐姐王语嫣的母亲呢也是特别喜欢种茶花，每年的一二月份呢就是茶花的花期，现在呢正是它盛开的季节。茶花的颜色有很多啊，有红黄白粉，还有一些双色的稀有品种。花瓣呢也是有五到七片的单瓣花，也有50片以上的重瓣花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呢有300多个品种。山茶花呢确实有一定的药用价值，所以呢会被做成花茶来饮用。